挺好啊，因为有很长时间没出来比赛，然后现在比赛也自己就是可以证明一个自己这段时间的训练成果。整个这边的比赛，场馆啊，然后整个氛围，我觉得都挺好的。对于我们比赛发挥啊，整个竞技状态，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吧。下一场比赛是对我对手是就近段时间比较成绩比较好的对日本的选手吧。我觉得我们以放去拼别人的姿态吧，然后就我们放第一姿态去拼别人。In the next one year, we are facing the